终于完成了。 效果不错哦，女人这样来，我就这样躲开，然后再给她一招金刚拳，连续攻击，不给她还手的机会。哇，没错了，试试这个。啊！我的眼睛！哎呀！是我的，我看到的，我的，我的，真是长不大的孩子。霹雳虎，你怎么了？小心暗器！暗器！暗器！ 哪来的毛仔，居然敢暗算我！铁锤，铁锤，你搞什么鬼呀？慢着！不要！啊！救命啊！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纸上？好可怕呀！ 跟真的一样呢！我哪有那么丑？莫非铁锤，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妖法，把我们的魂魄都锁在纸上了呀？这个是用这机器照出来的。照出来？机器？没错，我看看。就是这个东西把我们画在纸上的。哼，怎么可能？就是。 这一定是冷石老师画的。冷石，喂，冷石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干嘛躲在里面画我们呀？喂，住手！里面没人。这个叫照相机。照相机？对，我的最新发明，能快速把景物印下来。哪有那么神奇啊？就是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闪光灯。 看镜头。看。怎么样，像吗？不像。本姑娘花容月貌，怎么会那么丑？对，我哪有那么胖啊？虽说我矮，不过画里的我也太小了。这里面那个根本就不是我。那。 我走了。等等，既然没有照好，那你就重照一次嘛。对，重来。你们一个一个来。那我先来吧。我说铁锤啊，像我这种高手，摆个什么造型好呢？随便，快点摆。来吧。 你们两个干什么？还没到你们，走开！真是。铁锤，我们继续吧。哎呀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吴越，你先来吧。好啊，算好准了。哎呀，本姑娘真是天生丽质呀！还拍不拍呀？马上。 丑什么？好吧，打扮都丑，速战速决。哼，就让你见识见识。我得化化妆。那你快点儿。哎呀，人靠衣装，美靠靓装。既然要靓装，又怎么能帅呢？走路小心点儿，真是的。 这些混蛋，给我回来！走！事先声明了，你不许打架，你不准化妆，你不准乱动，还有你，别再吃了。好了，开始照相，来笑一个。怎么都拍不全呢？ 喂，腿后点儿，还是不全，怎么搞的？都听好了，蹲下些，好，对，再靠近些，没错，靠右斜，哎，往左点儿。不对不对，你蹲下，你上来，你出来些，再往后靠点儿。别动，快站好。赵铁锤，你究竟怎样啊？不是说了吗？霹雳虎，你蹲下；哆来咪，你跳起来。早说嘛！冲铁锤，没问题。我你们，这什么手段？安静。这回行了吧？嗯，好。嗯。小胖，不是说了谁都不许动的吗？铁锤哥哥，我真的要。去吧去吧。哎。哎，谢谢你，铁锤哥哥。我也想去。还有我。好了。速快速快！哈哈。 铁锤，都到午饭时间了，你看，吃吧吃吧吃吧。都吃好了吧？继续照相。等等等等，这么久了，我不补妆。补妆？正好吃饱喝足，睡个午觉。睡觉？那我再吃串糖葫芦。糖葫芦？不许再胡闹了！再闹我不拍了。看这边，好，微笑。 1、2、3，霹雳虎闭眼睛了，再来。小胖，别乱动，大家高兴点儿。耶！认真点好不好？ 你们活泼一点，不是这样的，严肃点，再活泼点。哎，照个相真麻烦，别乱动。呀！你们就不会摆别的造型吗？摆造型，我们最会了。 没有谁要上厕所了吧？没有谁肚子饿了吧？最帅的姿势已经摆出来了，开始照相吧！累死我了。铁锤，铁锤哥哥，你别睡了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是啊是啊，我们都准备好拍照了。 铁锤，别睡了，快醒醒啊！今天天气真不错，是个出行的好日子。不好啦！不好啦！不好啦！哎呀！疼死我啦！窜天猴，你走路总是两眼望天，这个毛病可不好。热气球，热气球，热气球，热气球啊！热气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多莱米，你怎么也不看路？快看，龙震天！龙震天！嗯，回来了！龙震天回来了！喂，快乐界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红景天，好久不见啦！快乐街的朋友们，我龙震天环游世界又回来啦！哈哈哈！这次游历，我发现了环境与卫生的重要性。因此，我本次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狠抓环境卫生。我要对快乐街各大店面进行一次全面检查。我将重新改造，改造再改造。我的旅行车很干净，肯定不在改造之列。我检查的第一家就是行万里旅行社。3天之后，我将亲自登门。什么？怎么我是第一家？哟，幸好我不是开店的，我没有顾虑。哎呦，你们可有的折腾喽！以防万一，我得赶紧回去收拾一下。嗯？我才发现我的旅行社居然这么脏，嘿嘿，我得尽快把这些都清理干净，至少在龙震天到来之前。啊哈哈！哇，真漂亮！我怎么那么勤劳啊？哇哦，好干净啊！空气清新，环境优雅，感觉真是 very good。站住！不许动！可怜我干净的地板啊！这笔弄脏了我的脸，还令人生气。你给我出去！我的地板呢？我忙活了半天的地板呢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呀，追风？干嘛踢我？追风，我想去南非旅游。听说南非的水比黄金还贵，我想带点水去南非换黄金。比黄金还贵？那当然，要是没有水，我的地板就没法擦干净了。多莱米，你怎么又跑进去了？啊！站住！既然你觉得水比黄金重要，那这些茶水就当我这次报名的旅费好了。可恶！哎呀！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！追风今天是怎么啦？我是不会容忍污垢出现的。哈哈！终于打扫干净了，简直就是焕然一新的。到时候龙震天来检查，一定会。哎呀呀呀！真是太干净了。哦，哇，好柔软的地毯呐！一粒灰尘都没有，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店面啦！龙震天街长，你太过奖了，太干净了，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店面了。嘿，追风，乐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下个月呢准备去新加坡爬坡，然后呢再去刚果盆地吃刚果。今天是想来给你这报个名。哎呀！弄脏我的红地毯，还想去旅游，没门儿！哎呀，地毯跟旅游有什么关系吗？好久没外出旅游了，看看万里旅行社有什么好推荐。 噔噔哩噔噔哩噔噔噔噔噔噔噔哩噔噔，耶耶耶！哎呀！追风，你在门口干什么？不许进！那是为什么呀？看到没有，这就是理由。哼！ 暂停营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要暂停营业呀？为了应付龙震天的检查，我必须得暂停营业。龙震天的检查跟你暂停营业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例如环境，例如我的红地毯，例如我的桌子、椅子、凳子，例如我的窗户，例如这个那个，很多，你懂了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 我还是不懂，我们也不懂。我不告诉你们了吗？为了应付龙震天的检查，我们只是想知道龙震天的检查跟你暂停营业有什么关系。嗯，关系可大了呢。你，还有你，都给我离旅行社远点儿。哼。哎，追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 走！反正不关你们的事。好吧。你们，我想问。我拒绝回答你们这些幼稚的问题。哎呀，我还没问呢。 开门！我们要去旅游！龙震天今天要来检查，你们不能进来！我不要旅游！看我的！追风在哪呢？追风呢？人呢？你们眼睛长哪去了？喂！啊！ 嘿，志峰在那儿呢。志峰，我要去南非。打死我也不去日本。我觉得新加坡比较适合我。我的天哪，这下全完了，全完了！到处都被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！太乱了！龙震天一点都不干净，必须得改善。龙震天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就按照我的方案去做，统统给我换成白色的。 花儿也用白色，地毯也用白地毯。白色，为什么是白色？因为白色是本色，一尘不染。好了，我过两天再来检查。啊，过两天，一点都不干净，必须得改善。白色。龙街长，好，这，遵照龙街长的意思，已经全部装饰完毕。干是干净了，但总觉得有点怪的。自从遵照你的意见，经过一番修改之后，我的旅行社就再也没有人光顾过了，就连老顾客都吓跑了。我想我会濒临倒闭。追风，不要泄气嘛，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，这只是一个尝试。事实证明，用白色装饰是行不通的。我想，你的意思是我的旅行社可以恢复原本面貌？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太好了，我的旅行社又可以照常营业了。